夜雨寄北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在一个客居他乡下着秋雨的夜晚，绵绵不尽的雨丝及涨满了池塘的雨水，就好像我心中绵密的愁绪。唉，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你一起在西窗下剪烛谈心，向你倾诉今夜独自一人在巴山的秋夜里听雨的景况呢。作者李商隐借雨丝的迷茫来形容思念家人的迷茫心情，并且以夜雨为线索，由这里展开思路，想象他日与亲友重逢的情景。作者故意不从正面写客居的孤寂，因为这孤寂是很难排遣的，只好将思路转到想象未来欢乐的相聚。可是作者越是把未来的相聚想象越美好越甜蜜，心中的痛苦和感伤则更加深。
即使很快就能实现愿望，但是那一整夜的煎熬也够让人难受的了，更何况是归期未有期呢？